等级大学生。第二十六桌，我们。等一下。哎呀，狼个组啊，我的还没有喝哎。这有什么？咱们藏一下就带进去啊。哪没发现狼个组啊？我去取下琴嘛。哎，别，哎，忘记。哎，零号小姐姐，哪个火的可以带进去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可以。啊？为啥子？不能款弄一下吗？店里规定是不能带饮品的，你们要么在外面喝完进来，要么别让我看见。凭啥子不让带啊？那法律都说能带，我有啥办法？我想啥办法？我有啥办法嘛？不是，你怎么那么轴呢？我怎么没轴呢？我走，我去，快坐。哎哎，坐下坐下。不是，你们两个把我拉进来的，一会儿发现冷的组啊，罚款吧，不会被赶出去吧？说话呀！开下房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拉给。其他入住人员也需要。啊，我忘带了。我也忘记带了。小姐姐，可以放宽一下吗？我们都是一起的。你这边是一个人入住吧？三位。您这边确定是一个人办理入住啊？对，我们是三个人呢、啊，啥子一个人？不通通你一窝两下我呀？您这边要是确定一个人入住的话，我就给您办理一个人的入住手续了。啥子一个人？一个人？三个人呢、啊？你看不到啊？你一个？哎，说啥子？哎，什么一个人呀、啊？我不住的，还个大人呢？哎，快走快走，我忘记。小姐姐，你是怀孕了吧？怀孕？我没怀孕呢。您是因为怀孕，所以没系安全带吧？怀啥子孕？怀一回，我是大学生，没怀孕，没怀孕。行行行，没系安全带，罚款50。